输进，来来来来，不要了，已经输了，最后一盘一定赢了，来来来，再一次了，再一次了，你要完了，都一直在输，再来一次，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来呀，再一次一定赢啊，绝对会的，来来来，继续继续，一定赢的，来来来来，再来一次，还要再一次吗？警方埋伏抓赌博电玩，车上下来一名妇人，远警一拥而上逮人。这是巡警九大队查获一个赌博网站，里头除了各式各样的运动赛事，也有百家乐、六合彩。张姓男子被逮后供称，打牌只是消遣，可以防止老人痴呆，但每天打到半夜才回家，被妻子关在门外，居然还用纵火这么极端的手法表达不满，已经彻底让家庭失和。赌博真的要不得啊！哇叫啊，这有高速哦，那很多的社会家庭罪恶大部分都是从赌博开始啊。哪一个人赌博都是赢的呢？这个赌博赢家从来没有听过，不管是短谁哦，总是呢要先戒除掉很干净的这种的，连习性都不能有。不只是人不赌，其实呢连去想都不用的想你咯。在博弈游戏里，人们和几率搏斗，纵使知道十赌九输，总有人拼死一搏想要尝试，一探究竟后却像一脚踏入无底的深渊。85岁的程林趁是云林慈济志工，20多年前看人赌四色牌，也开始学着赌，因为赌运好常赢钱，渐渐染上赌瘾，还越赌越大。有一次签牌输了10几万，数字大到不敢告诉儿媳，还曾经为了求名牌远赴香港求神问卜。不只是呢赌，他还要签大家乐，求名牌，半夜啊都会到蒙拉波去哈，去求名牌哦。而且呢，哪怕啦狗在追啊，他都不怕哈。哦，真正是哈，那一种的迷啊，已经迷掉了自己呢。真正是宅雷心跳哈，真的实在是迷的呢，真的。不可以思议哈！不只是他自己迷呀，也带给了一个家庭的哈困扰。家家都是面对了家庭，只要有一个会赌，那都是呢很困扰的事情。不只是家庭，对会赌博的家人有困扰，其实呢。这邻居啊、厝边、隔壁、亲戚、朋友哈，都是呢，会敬而远之啊，都会舍弃他哦。这都是呢，迷，人在迷中啊，不能自拔，就是想要呢，那要赶快脱离也是很难嘛。最好呢，不要染到了这样。不好的习惯哈。有一次，程林趁又赌输了，碰到有位年轻人向他劝募善款，心灰意冷的他掏出身上仅有的500元给他。没想到一个月后，年轻人又来，还让他看了段影片。
画面中非洲骨瘦如柴的孩子让他想到往生的女儿，留下四个孩子还嗷嗷待哺，他恍然大悟。一动两断，切，抓了，抓，开始都无搬甲无签啊！啊，我抓行落做坐，我都拢做环保。我那讲啊，你做做坐，我都要坐位，你安尼做，我会做是福气，未做就晦气。那个我妈妈较早爱搬，啊，不过伊自从伊发心改变了后吼，伊种像即马去做环保啦，去便宜做志工，啊，伊转来拢会分享给阮听。他呢，开始用赌博的双手来做环保啊。虽然是做环保啦，但是呢，有的时候一半摆啊，哈，他还会再去赌哦。真的哈，要改变没有那么的简单呐。的确，改变呐，要一步一步。所以呢。从2003年开始，一直一直呢，到了2007年，我那时呢，给留校观察哦，哈，看也有5年的时间了，哈，75岁才开始受戒嘛，哈，你想，真正呢，冥府其实70岁开始的，所以我们不要。想讲啊，我才坐会啊啦，吼、哦！那你看，他愿意转变了人生呢，总是还是这5年的时间，让他呢多么踏实啊，他多么的亮丽啊，他的亲戚呀、啊，他的朋友，他的邻居呀、啊，完全对他的人格品性啊。都通通重新改观，亮丽的人生啊！看他现在呢，分秒不空过哦。那这当阵要过安尼摩托车骑咧吼，那资源回收吼，安尼再个摸啊摸啊摸啊吼，看这就是转赌博的迷思啊，那走向了菩萨大道。很直、很康庄的大道、哦、过去政府曾经在离岛数度举办公投，表决是否设立博弈特区，总是引起正反两方激烈辩论。赌博啊，最怕的呢。这样的习性假如深深的污染下去啊，就如癌症的病菌啊，入心入性入心性落去。以前的人啊，赌博呢感觉到很羞耻啊，感觉真歹势，人互人讲吼，啊，这个人安尼呐，亲像娇贵的吼，那感觉真歹势，惊人知呢，啊，跋筊呢，惊警察抓呢，这是呢过去啊，跋筊是一项呢更小的代志，现在竟然不是啊，看到了澳门呐、啊，看到了美国的，拉斯维加都、就是。拉丝了就回家了，吼、哦，那一种的扭噶吼，无法度啊，都输噶吼，一身苦债啊，那他之后回去，有的人呐、啊，无法全身而退呢，就是自杀，或者是呢，这个发狂，精神失常，就这样的毁掉了多少人的家庭。毁掉了多少宝贵的生命，真的实在是很令人担心。世间为了欲念，这种的欲念呐、啊，都是在自己利益，这种的利啊，这个利在前头呢，害一定跟上来。所以呢，得利的人并不多。受害的人很多，
也许呢，后延三代，三代以下还一直能传，这都是很可怕的事情，那一种心的癌啊。心癌一词源于多年前曾有人向上人哭诉，自己好赌到无法控制，输了钱也输掉妻儿的信任，但他怎么样就是戒不掉。他就流了眼泪跟我说，师父，我已经亲像得到癌症啊。那个时候的癌症是那个病情才开始有呢。那个时候呢，人间啊，谈到了癌症色变哦，谈到了癌症呢，是完全没有药医的。所以他自己就说：“哇，不是身躯得癌，是我的心得到癌症啦，改变起来啦。”他就哭了，哪怕我跟他长谈。他也好几次在我的面前忏悔，但是很难戒掉啊。不过以后啊呢，绝对的，因为呢，假以时日，时间可以啦，不要去伤害他的自尊，让不知的人让他不知。知的人呢，刻意呢，帮他找时间，把时间拉紧，让他多去看看呢那一些苦难人，让他多去看看呢那一些因酒因赌而这个哦败掉了家庭的个案，类似这样的个案给他看了。让他自己去辅导跟他类似的人，那就慢慢的远离啦。到最后呢，真正嘛是真乖啦，吼，这都是呢习性啦。最怕的呢，这样的习性，假如深深的啊，呢给污染下去啊，那真的要。拉拔他呢，就是要花很长的时间。赌博就好像罹患心癌，生病不用怕，重要的是要对治。而没碰赌博的人，更别让自己有机会养成坏习性。彰化慈济志工洪玉良，父亲曾是过去的黑道老大，但即使父亲曾经开过赌场，也一再叮咛孩子，赌博千万不能碰。我爸爸对我们的要求有两项，叫我们绝对不能去碰。第一项就是毒品，第二项就是赌博。尽量能走对袂当去玩，因为在他人生过程当中，伊你当然该怪做做迄种去跋筊、向跋牌筊对哇，啊然后才出来咧讲，啊所以种代志人处理过真多，所以伊知影讲这筊物件有赌必有诈，啊所以就是叫人讲绝对袂去挂。因为如果赌博的话，有时候会一夕之间成为一个贫富，这都有可能。我们爸爸跛掉一些爱什么，就是爱刺激。他已经我觉得他喜欢刺激，他本身嘛，啊，当伊咧尖叫的时候，当然你咧尖叫就是要探险、探红的嘛。他的目的就是讲，我尖这叫人来跛掉，就是要付一寡鞋仔客，啊，就是要探一家只鞋仔钱。他的出发点就是安尼。是。啊，但是有一寡人，你讲伊跛掉来，伊敢会节制无？伊绝对袂节制，你去遐动伊，你安怎甲动伊？无直接搬嘛，只好把你搬，对无？啊，当然有诶，那如果家庭搬了较好，所以当然嘛会劝伊讲，你毋要搬，叫蘑菇来伫边，这毋是你要赚诶钱，因为一支草一点路啦。管好自己，我不赌博，如何拉起那道封锁线？人人都必须学会。有了这个药，要安怎甲控制？控制也落了，那就是水条的啦。那么外面形形色色的物件，有动到你的心无？那见色不动心啦，那安尼呢？自然啦，火都未烧到迄个色界去，咱的心呢，如如不动啊。你无有欲念，
就是水袂淹瓦来啦，无有吼，无有这种的这个咱的心啦，会当讲定力有够啦，自然的都袂乎外面的境界呢，甲咱影响，自然的都袂讲吼啊欲火啦，这个欲火吼来烧咱的心哦吼，所以拢是对欲开始吼，所以。既然啦，无有遮个物件，自然啦，都无风啦。那无风不起浪，无有风吼，那无色界啦，都无物件好吹嘛。无风都不起浪啦，那都不会讲吼啊，这个用水来淹吼，各位还是当一良心啦。总而言之呢。爱从最最基础的一念意念要控制住哈，那有就是爱先哈，那我们的希望啊要往善的方面走，不要呢从这个在恶的方向呢去追求哈，所以其他人人呢爱把心顾好好哈。在慈济里，只要接受培训，就需要受十戒规范，其中第七条就是不赌博，不投机取巧。佛教呢，实在是啊，一种呢伤害家己的毒药吼，唔只是毒害了家己的身心，嘛是毒害了咱的家庭，嘛是毒害了社会啊。所以呢，咱做这个。就改一改，改多破，所以讲吼不赌博。啊，有的人讲啊，佛教改唔好，意思就是讲改未起来嘛。佛教饮酒吃荤改唔好吼，台湾话吼，那真歹改啦吼。哎，不只是佛教呢，就是投机取巧。啊，股票那些啊，包租还可以，但是呢，那是投机啊，就唔通。逐天拢流连伫迄个股票行啊，逐天呢伫咧听的都是股票的起落。迄有当时哪咧起的时吼，发狂的欢喜，啊那伫咧落吼是。发狂的落魄吼，迄个丧心啊、失志吼，家庭社会真正这为利呀，就是陷阱吼，所以也不投机取巧。像我知啊，四点外我就出来了，我做先去打字，做久来拢嘛会较。天光过来，要搁做了，拢较袂歹做。无较早咧做是较好赚，啊，都较好赚，都算较无少啊，无较也无较看话即马哩。即马是安尼算收少收少，都心境都无同呢，其他看话。无啊，过来应菜无啊，都今仔日剩十外八来卖尔。慈济十戒第七条：不赌博，这样一个约束。真的让住在嘉义的陈聪烈下定决心戒赌。陈聪烈16岁开始赌博，赌输的金额将近1000万，即使如此还是赌性坚强，直到后来为了培训慈济志工，慈济十戒每天念诵，念着念着心念竟也跟着转了。自己要发愿，那就是十戒爱修，那看到那个十戒其中呢，让他最挣扎的就是不能赌博。他念到这里呢，哇，心里很挣扎，可是呢，他很有志气哦。既然来了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既然要踏进了慈济宗门来，他一定呢，戒
就从那个时候花心如初了。那一刹那，念到迄个所在，他心里一点挣扎，时间很短，一个念头，戒就这样戒了，就这样开始了，就是投入在此际那样的精进呐、啊，他甘愿呢，这个生活，他朴实一点，身体力行，做该生活的这样的用劳力去做小生意，那逍遥自在。高干，高干哦，这行道拢累一半嘞，累不完。啊，不灵啊，败啊！要是今麦好，今麦无拖你，要是今麦较好，较早赚着钱，心情有较好啊。哎，今麦感觉日子真好过。他自己也说啊，守戒了以后呢，他很快乐，因为呢，心无负担哦，天天做环保啊，做个家。投入了做慈济事呢，那就没有罪恶感哦。所以啊，红灰饥饿啦，黄灰此恶哦，这都是一念心啊，人心啊，是多么的强而有力啊！你转一个念头，善念也是可以很有力量，可以呢。拯救众生，可以呢，口口相传，把法善念那普及人间呐、啊，让人人有机会接触到了道理，那改变自己，这个社会就会祥和喽。总是呢，从人的一个心念开始。总而言之呢，爱的能量从一个心念哦，啊，天下灾难呢、啊，是因为众生共业，人们要转恶为善哦，自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